吃东西了。没事，我你小猪要吃啥？炒蛋，弄个蛋，煎个蛋，煎仨吧。这么火气，这么旺吗？我今天需要勇气。你今天要干啥呀？去，就是也是去约会吗？你想做什么大事吗？感觉没有，有大事要发生，就是用行动表示不明白，那用嘴说。用嘴说，你说的明白不？说的明白，就是我现在都不知道这个人到底知不知道。啊，你们其实没有聊很多，从来没聊过。我很好奇，他们这么早能去干什么？五点钟也太夸张了。要我，我在想，下午谁跟我说话，我跟谁生气。啊，我有个新杯子，我去给他，我给带杯咖啡吧。可以啊，是吧？嗯，自己弄一个。醒悟了。你要吃瑞士卷吗？可以。我出门前快速插一下花，不能醒太久。然后是这么多。那杨毅没醒吗？啊？杨毅在吗？杨毅不在啊。不在。对啊。为什么觉得？他俩不都两场吗？不是啊，今天是杨毅一场，女生的，今天是女生的呀。哎，这不是老张的杯子吗？是吗？嗯。那你就拿这个。是他的吧？小猪，这个是老张的杯子吗？是老张的杯子。保温杯。保温杯。你看一下。他还有保温杯？看。这室友吗？这是。哎，算了，我就拿这个，我不行。我这是全新的。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保温杯。好像是，但如果这要是有个人是一样的怎么办？我这煎蛋水平真的好还是不好？我觉得还可以吧，流心哎，流个鬼，全都流死流出来了，好。流出来就不行了，这个可以，你看，半熟的那种。我主要最喜欢吃的流心啊。这块我吃了。你吃？咋？你还经过同意的？那不得给你留言。你俩昨天干啥去了？去花市了，那个，那些都是买的花。那插上了，咱们得。他不醒花吗？啊、哦，还有醒花、啊，不好吃，不好吃，太粉了吧？不好吃，太粉了吧？你就觉得？不是，这中间线粉粉的。嗯。我好像个电灯泡。没有，天哪！你瞎搞，真的是。假讲。好不舍得扔的，这个我总感觉是从总感觉刚来的时候就开始在说话，是吗？是我第一天来戴的。哇，你弄花的样子好美啊，好文艺啊。现在来给大家看一下高兴在弄花的样子，好美。你今天穿点是粉粉的。对呀、啊。真的不舍得扔，那怎么办？做花饼啊？可以做干花，其实啊、哦，那干花是不是给它就是那种倒过来，然后在那晾着？对的。那咱们找个位置可以给它吊起来。真的会真的要干吗？没事，我们买了很多新的。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熬出来的油吗？昨天老张做的葱油面的葱油，会过日子了，老张。
啊，对啊，我说你有没有觉得，其实你做完饭、吃完饭之后，发现做饭是件很简单的事情。哎，咋办呢？你就算我给人准备咖啡，我也不会说那个话。说什么话？给你。哎呦喂，你还能再直一点吗？给你，给你啥？这咖啡你喝不？我给你准备了一杯咖啡，而且拿新杯子，喜欢吗？啊，这么说不行，这能那么说吗？这话？那你也得稍微，是吧？喜欢吗？我想把杯子扔外面，砸我自己。我都想说早上剩的咖啡我给倒杯子里，你喝多不尴尬。你说他是喝还是不喝？我把那个盛出来的花瓶把里面水倒了，你把它水倒了，然后接点清水行吗？好的。不用太多哈，这么点，两三厘米。OK。够吗？你看一下。够了，可以够了，嗯，放桌上。好，我要再去搜罗一下花瓶。都倒了一样多是吗？对的。昨天小师傅说，我发现你一件事，就是你特愿意盯着人发呆，然后还死盯着人家。但其实你是在想自己是吗？对。但是你走，我就像跟就像摄像头一样，会跟着你这样的移动。而且我只盯女生，放心。只盯女生？对。男生你是不敢盯吗？对。